圣诞节过完了，一定要在1月6号之前把圣诞树收起来，要不然就会不吉利。我听说的，我也不信，但是我还是决定把它关了。然后我要把这棵小树树变成一棵发财树，让我们先把它拆掉。你快帮我一下呀、啊！帮忙拆一下。50倍速摘球，明年再挂，然后再来取这个丝带。哎呀，你吵死了！那个星星来了，好。来，好好好，开始装饰发财树。首先，我来用这些红果果，把这个树弄得更红一点，一小只一小只的树里边插。100倍速插红果果，画灯笼。刚买回来时常这样，感觉是红色塑料袋做的。每个0.38加元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这边有双面胶，两个面这样一粘，就是一个灯笼。经过我100倍速的努力，然后。保护我的灯笼，关进房间。我在房间外做灯笼，做好之后赶紧扔进房间，关门做灯笼，开房门扔灯笼，关门。就这样，我的灯笼都保住了。铁铁无奈，我坏，挂一个试试看。挂上的效果不错哎。搬运工送来灯笼。100倍速挂灯笼，接下来挂这个穗穗。100倍速挂穗穗。作为一棵发财树，必须要有钱。这个铜板好扎实哟，好重。哎，不是。100倍速挂钱钱。全部挂完了，现在我把灯打开。预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学业事业都顺利，健美暴富，做啥都走运。哎哎，甜甜 somewhere there over the rainbow we are high this is so high you're happy 现在有点低。 next time listen to me 这树枝掰一掰。 I put it in the sky 可以 give me my full creditLet's look at what I've done. Now see what this tree has become. Just and good fortune stand.